小丸短短的狗生中已经经历了领养退养领养退养，然后又再一次的领养跟退养，但这孩子就像一只打不死的蟑螂，依旧是那样的乐观开朗。才八个月大的他就已经经历了三度的退养，六个月大之前他甚至都是被关在收容所跟兽医院冰冷的小铁笼内，连身体想转个圈或者想出来自由活动都是有很大的困难，当然更别想要出去玩了。一问之下才知道他是被弃养在医院的小狗，一住就是两个多月，医生也不知道这孩子到底该何去何从。很惊人耶。碍于当时店里没有位置，我们只能每天去医院带他出来放风，带他出来走走。过来，他叫小王。小王，什么名字啊？他叫小王子。哦，小王。然后医生说，他觉得他不像小王子，所以我就叫他小王。小王不太好哎。总算等到有狗狗要回家了。有位置可以接小丸来店里等家，而就在等家一个月后呢，欢天喜地的小丸终于找到家了。还记得当时真的很开心，看见小丸终于有了归宿，但没想到大约三个礼拜后，小丸竟然被退养了。今天我们要带小丸到台南渔光岛。小丸，吃沙耶，小丸。啊，又在吃沙。又在吃沙。他是想说水滴下去会变好吃，对。没有，滴下去不够贪吃。他竟然不怕水！你太厉害了！你竟然不怕水！通常旅客是很怕水，结果这小孩一点都不怕水。哇，好好，这样有，小丸对小孩是很 OK 的。上车立刻睡觉，累了。接下来带他去一个秘密的地方。渔光岛离小丸住了两个月的兽医院很近，因此我们顺道带他回娘家看看。这是小丸住了两个月的兽医院。你们记得这两只猫吗？小丸，他不记得。你以前不是很喜欢弄它吗？摸它，摸，摸它。先做个笼子。好重。打针也好乖，看医生也很 OK。点头的是会啊，可是问题是，在我这边的环境没有比较好啊。对。还是去给人家养。让家的宝贝比较，但运气比较差而已啦，一定会遇到好人家的。好，吧。玩了一整天，全身脏兮兮的，一上车小丸又乖乖入睡了。回到店里，接着要来洗澡啦。玩水可以啦，但洗澡真的没有一只狗会爱。洗澡？小丸在干嘛？小丸在里面干嘛？你知道吗？这是蛮多的嘛。不过小丸的配合程度算是很高的哦，不像有些狗狗碰到水会跟泼硫酸一样尖叫乱窜。小丸，你看西宝吹风很好哎。吹得更好。小丸来，快点，来快点，吹风很好哎，来啦。小丸洗澡有70分。今晚我们想要请小丸提早吃娘家餐。娘家餐是从浪浪回家的孩子回来玩才能吃到的特别餐点。小丸一直很想吃，但都吃不到。为了给他博个好彩头，今天就先让他预习吃上一碗。棒哦！
完短短的狗生中已经经历了领养退养领养退养，然后又再一次的领养跟退养，但这孩子就像一只打不死的蟑螂，依旧是那样的乐观开朗。虽然小王很活泼很过动，有时候又太过热情，整个停不下来，有太多的时候真的很想让人狠狠地扒他的头一下。但我知道这孩子其实真的很值得有个家，有人好好疼爱着他。凭什么呢？就凭他不管经历人类再多自私无情的糟蹋，他对人类的喜爱从来都不减。我想我们就该好好的回应他这份难能可贵的爱，不是吗？